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给您续上一杯茶，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听大鱼话说宋朝。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啊，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各位呢可以登录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搜索大禹茶馆，选择收听。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咱们说到扬州惨剧，赵构仓皇出逃，心花怒放，太监快乐杭州。在杭州城里，太监们的快乐翻倍的升级。太监们在城里转了一圈，看中了几间最大最豪华的宅子，没说呢，抢过来。他们是北方京城来的上等人，住江南土著们的房子，已经很给面了。太监们又在城外转了一圈啊，决定去看杭州最有名的自然景观钱塘潮。只是有一点，他们要从城里刚入住的大屋出发，一路上会经过很多居民区。哎呀，太监们觉得这很不合适。太监是长江以北的专属动物，自从五代十国之后，这边就没出现过。这时候集体出游会变成景观的。太监们令人在经过的长街上用布帛围成甬道啊，挡住这些江南人的视线，让他们安静的出发，保持上等人的体面。等他们熟悉环境，恢复了体力之后呢，开始欺行霸市，强买强卖，从此过上了久违的都市幸福生活。到这里来，他们只是啊很讨厌，但是呢很安全，只是欺负了老百姓而已嘛，算什么嘛。可是千不该万不该，他们做了另一件事儿。这些太监呢答谢了王渊。王渊在扬州城外的长江边上把皇帝百官百姓都扔在一边，用官舰把他们的财产运到了杭州城里。这是多么伟大的友谊啊，是经过战火考验，以皇帝的生命安全为代价换来的呀。太监们无以为报，给王渊升了官，除了让他继续当御营都统治以外，还将他升成了军方最高领导，当枢密副使。注意啊，虽然是副的，但是王渊有签发文件的权利，这是实权呢，可以干涉国家大事，可以任免军队干部，可以趾高气昂的逞威风。事情就坏在这儿。对太监来说这事儿很平常，他们干了很多次没什么意外，那对王渊来说这按劳取酬，他冒着风险送出了人情，这是等价回报，有什么不对的呢？他们都没有意识到情况变了。建言集团不再是逃亡的路上奔波时的样子了。那个时候大家只要求能活下去，不死在金军刀下，不淹死在长江里，什么都好，官位钱财都是身外之物。而此时他们已经定居了，每个人都有住房，都有工资，一大堆生活需求。这个时候太监们和王渊明目张胆的做买卖，把其余的军人当死人吗？宋朝的军人都很职业化，从来没受过什么精神文明教育，他们能在战场上把战机和凶险都扔在一边，举着人头向主将要赏钱，这说明物资激励啊是一切呀。不懂事的太监康吕，不合格的军人王渊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在杭州城里体验着幸福的新生活，当危险临头的时候，居然是新宰相先知道的。朱胜妃急忙向赵构汇报说，坏了，军队里很多人记恨王渊，要出事了。赵构这段时间吃够了军队战争的苦啊，他非常重视这件事儿，立即下令解除王渊的签发权，让他只担那个虚衔，这样就能平息军队里的怨声了吧。哎，晚了，比朱胜妃稍晚一些，康吕得到了一个线报，说军队里有人来告密，说苗阜、刘正彦两位这个将军呢即将哗变，目标是杀王渊，集合地点在天柱寺。康吕一听，心想这还了得，军队要脱离领导，好朋友有生命危险，马上向皇帝报告。皇帝紧急召见宰相，宰相出宫去找王渊，就这么一个大循环，事情终于落在王渊手里。面对危险，王渊没有糊涂，他派出重兵直扑叛军的集合地点天柱寺。下了这个命令之后，天晚了，他吃完饭洗洗睡觉，第二天早晨他神清气爽，照常上班，上班议事下班，这流程都走完了，天柱寺那边也没有消息传来，他也没去追究。一个线报嘛，或许天柱寺里也没有叛军，或许啊派出去的重兵正在守株待兔啊，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没必要大惊小怪嘛，对不对？他清醒的太晚了。就这样，王渊走到了杭州城北桥畔，突然间桥下冲出了大批的伏兵，这个时候他才猛醒过来，中计了，那个线报是假的，用来迷惑他们，把重兵调到了天柱寺转移视线，真的叛军一直埋伏在这儿等他下班。太晚了，叛军把王渊拉下马，刘正彦亲自操刀，当场就把人头割下来了。同时城里各个地方都爆发了哗变，100多个资深太监身首异处。做完了这些，叛军们带着众多人头向临时皇宫前进。
这个时候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叛军们并没有太大的企图，他们之所以逼近皇宫，只是因为里边还有更多的太监，什么康吕、燕归、高淼、张曲为、张旦、陈永熙等人都还没死呢，都在皇宫里躲着呢，毕竟斩草要除根呢，得把太监都杀净啊。赵构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当叛军呢逼近的时候，他并没有特别慌张。当天接近正午的时候，赵构登上城楼，下边是一大片御营卫士以及100多颗血淋淋的人头。赵构很镇定，他手扶栏杆向下面招呼，苗阜刘正彦出来觐见。苗刘出来了，向他三呼万岁，是跪倒磕头，情况似乎很正常啊。赵构也感觉良好，他决定把场面做足了，于是问怎么回事啊，爱卿们从头说来。哎，苗阜还真是听令了，他站起来把事情从头说，下边的话是替所有汉人向赵构发出的质问，说皇上啊，你自从即位以来，赏罚不公，信任太监，军人有功劳的不奖赏，太监向你推荐你都答应，黄潜善、汪不厌败坏国家到这种地步，居然至今没有被流放到远方，王渊临战退却，贻误战机，抢先渡江，不见处罚，反而升任枢密副使，这都是怎么回事？现在我们已经杀了王渊，也杀了皇宫外边的太监，你把康吕等人交出来，我把他们全杀了，向三军谢罪。赵构是窘怒焦急，没想到苗阜会翻旧账揭他老底儿啊，这是当众摊牌，撕破脸皮，这真的是造反呐。不过这也没什么，本着一贯的不要脸精神，赵构还是能从容面对的。赵构说了，爱卿要注意，黄潜善、汪伯彦都已经受贬职处罚了嘛，王渊也被你们杀了嘛，太监也死了很多了嘛，现在朕答应你们一定把康吕等人降职问责，绝不姑息，你们回营等消息吧。赵构心想，军人回营万事大吉，只要过了眼前这一关，这些兵都是菜板子上的肉。可惜苗刘都曾经帮他剁过菜，尤其是刘正彦，帮他杀了很多所谓的盗贼，刘正彦的各种手段赵构都知道，他是绝不会上当的。叛军顶在皇宫城门前，一定让赵构现在马上把康吕交出来，不然就不走。赵构就是不交，这不是一个两个太监的问题，这是皇帝的权威在受损，一旦他服了软，他就真的伪到底了，除了身体的还有心理的。双方就此僵住了。时间一点点过去，皇城外的叛军们渐渐失去耐心了，刚开始的记恨到杀人时的兴奋，再到皇帝顶牛时候的癫狂，最后逐渐开始不安，他们会被恐惧压倒，做出极端的事来。赵构敏锐地发觉了这一点，当机立断，派人把康吕绑到城外，苗刘就在他的面前，把康吕先腰斩再复割，最后斩首。虽然这些，赵构还有奖赏，升苗阜为庆远军承宣御营都统制啊，刘正彦为魏州观察使副都统制，怎么样？人也杀了，气也出了，官也升了，大家是不是可以回军营休息了呢？叛军不走，事情明摆着，要是赵构从一开始就服软，就没有后来的当面杀人了，事情还能有转机，还可能彼此妥协，凑合着往下过日子。可现在敌对到这种地步了，还想善良啊？苗刘商量了一会儿，向赵构提了一个问题，说陛下，您觉得您这皇帝当得合适吗？要是钦宗皇帝从北方归来，你让他处于什么位置呢？赵构一听，心里一片冰凉啊！巨大的危险在向他逼近，比金兵临近扬州城时更让他警觉，怎么办？紧紧地闭住了嘴，不做任何回答，同时把目光投向了新任首相朱胜妃。他不知道这个人能为他做什么，但此时此刻他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了。朱胜妃顺着绳子滑到城下，和苗刘面谈，劝他们别把事做绝了，给赵构也给他们自己留一条后路。哎，对此苗刘很认同，他们提出一个建议，请孟太后，也就是宋哲宗的废后隆佑太后垂帘听政，和皇帝共同治理国事。这很好，朱胜妃欣喜，赵构也惊喜，垂帘听政太好了，尤其是孟太后如此善良低调，由她出面一定会比当年曹太后还要温柔。他立即同意，当场写下诏书，给了孟太后合法的政治地位。可是当他们宣读诏书表示立法生效的时候，苗刘俩人却慢吞吞说了句话，太后是孟太后没错啊，这没错，可谁说和太后共同治理天下的皇帝就得是你赵构啊？啊，
我们说的和孟太后共同治理天下的，那是当今皇太子赵夫。全场呆滞啊。赵夫是赵构的独生子，现年不满三岁，就这么个小孩儿就要当皇帝了啊？没等有人反对，苗刘还有话说：小吗？哼，仁宗哲宗登基的时候也很小啊，正因为小才需要太后垂帘听政啊。至于太上皇，眼前就有例子啊，赵构当皇帝的时候起码有两个太上皇啊，你不也当了吗？对不对？赵构是无言以对啊，往事一幕幕在他眼前出现，现实让他清醒。这个纨绔中的纨绔终于意识到了一件事儿，他不能因为自己有个什么什么样的高贵血统，就在亿万人之上随意作威作福，想干什么无耻的事都随便。人世间是有界限的，谁做出格了谁就得退场啊。他父亲太混账了，结果在异族人那儿受着罪，他太混账了，本国人也能造他的反吗？这个时候他派人去后宫请孟太后，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这个老妇人的身上了。一会儿孟太后到了，赵构向旁边躲闪，站到一根柱子旁边，有个官员请他坐在原来的位子上落座。赵构摇了摇头说，轻声说，不行了，我不能坐在这儿了。时隔34年之后，孟太后再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她做的第一个决定就非同寻常。她没有走上城头隔着老远和叛军说话，而是直接开城与苗刘面对面。孤独利于思考，时光磨练心性，这个时候的孟氏再不是从前那个不懂官场不善争斗的女孩子了。她面对叛军镇定非常，她说了，宋氏颓唐是盗君皇帝六贼做出来的，与当今皇帝何干呢？况且他最初并未失德，都是黄潜善、汪不厌在误导他。现在黄汪已经被贬值了，这些你们不知道吗？避重就轻，预留台阶，这是很高明的政治语言呢。可惜苗父无动于衷，他是个成年男人，懂得绝不和女人讲道理。他粗暴直接地说，我们就是要拥戴你当天下的主人，就是要立新皇帝，来硬的是吧？孟氏比他还硬的说，天下大乱，强敌当前，你们让我一个老太婆子抱着不满三岁的娃娃决断军政大事，号令天下，敌国要是知道了这种事会更加轻视，更加欺凌我们呢。言外之意，你这么搞大伙儿都别想好。我告诉你有道理，可惜苗父顾不了那么长远，眼前是骑虎难下呀，谁还想着以后啊。他再次强调，一定要孟氏主政，这事没商量，陷入僵局。同样僵住了，孟氏没像赵构那样那么硬顶，哎，要么软蛋要么硬顶，没有，他有第三条路可走。隆佑太后转过头来看着首相朱胜妃，这个时候正要大臣做决定，首相为什么一言不发？历史证明这句话是决定性的作用的。赵构的命真好啊，他在南渡之后第一时间把朱胜妃提到首相的位置上，原本只是把应急品当过渡品用，没想到这个人是他急救包，没这人历史绝对会改写。这个时候朱胜妃啊，什么话都没说，而是转身回了宫里，那样子真像是黄潜善、汪面的接班人，遇见事就躲，一句话都不敢说。他成功的蒙骗了苗刘叛军，从这时候起他们认定这个人是懦夫孬种，不必在意。可实际上呢，稍加一句，朱胜妃的业余爱好是看小说，当时是宋朝，各种污秽糜烂的明清小说还没有问世，能看到都是唐朝作家写的，唐代小说写的那都是传奇，热血仇杀信义啊，唐传奇啊，就算是情爱也一定会惊天动地，一个人的脑子里每天装着这些，做出来的事儿那也就可想而知了。朱胜妃悄悄找到赵构，说他刚才呀、跟叛军苗父的一个心腹啊王君甫在聊天，王君甫说苗刘二人呢、忠心有余，学识不足。赵构躲在柱子后边，眼神中充满疑惑。朱胜妃非常低调的解释，这句可以理解为以后会有转机。学识不足什么意思？是缺心眼吗？哎，赵构有点明白了。两个人再悄悄聊了一会儿，就下达了一道诏书，赵构全面同意叛军的要求，即日起孟太后垂帘听政，皇太子升级当皇帝，他退位，并且立即搬出皇宫到显宗寺里边借宿，凡是叛军点名的太监全都流放，一个不留。叛军全面接管杭州城，在苗刘来看，老太婆当权，小孩子上朝，赵构躲进和尚庙里，杭州的治安水平比皇宫差远了，随时都能杀掉他们。至于太监们，一个个被流放出城，又被半路拦截，砍成两段，带回城里使了重了，威风吧，威风凛凛。之后苗刘给自己升了官，苗父做武当军节度使，刘正彦做武成军节度使，
再将两个政治友人升为宰相、尚书啊，还得再干点什么呢？两个人左思右想，决定给杭州城外的同事们定定性，韩世忠当御营史司提举啊，刘光世是世袭大衙内不必再升，张俊呢当秦俸禄副总管，命他带300个大兵即日启程回西北老家去，其他人以此为例，不管是升是降一律不许靠近杭州。做完这些，苗阜刘正彦觉得呀，江山已定，可以安静静地享受人生了，却不知道自己办了一件最失策的事儿，错到连补救都来不及了。他们现在干的事儿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叫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句话看着很威风，其实风险很大，很没有必要。当年曹操是不得已才这么干的，因为外边的太多的人呢，能和他平起平坐了，甚至地位都比他高。可是苗刘已经控制住皇帝了，那么他们是应该以皇帝的命令把大臣收拢在身边杀掉或是控制住好呢，还是把他们扔到外围给个官职让他们随意发展好呢？就在这个时候，有些人已经开始发展了，的确是发展了。苗刘之变对赵构是一次劫难，对建言集团是一次洗牌，很多人身败名裂，而另外一些人却因此飞黄腾达，一步登天。比如说张俊，这位两年前还只是个边缘京官的小人物，突然之间变成了核心，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时候就是没道理，要不怎么才能解释说以他微薄的官场资历，没有半点军事生涯的过往，就会有那么多人主动来投奔他呢？先来的就是那个另外一个张俊，被外放的那个。这位老西北军没门第没关系，到哪儿都有小鞋穿，哪怕是造反派都不待见他。苗刘对别人是用官收买就地发财，对他居然是带着300个大兵回西北去了。西北那边紧挨西夏，又与金国接壤，很快就要出大事了，这是明摆让他去死啊。他想不去，公文里说的明白，剩下的兵由其他将领拆散了分，这年头兵权谁不要，实力谁不要，这等于是鼓励他的同事们窝里反，逼着张俊走人呢。关键时刻张俊呢说这事儿太复杂了啊，带你们去见礼部张侍郎，由他呢来决断。他呢带着8000名士兵上路，投奔平江府的另外那个张俊啊，马上就要跻身中央的张俊。当他到达平江的时候，发现这里很平静，基本上没人知道杭州城发生了什么。苗刘的文件传达过来，可是被张俊扣押，不对外公布了。他来投靠，有求援的成分在内啊，还不算离谱。下一个就很不寻常了，江宁府的吕一浩派人来联络他。吕一浩字元直，山东乐陵人啊，进士出身，南渡以前呢做过河北路都转运使，相当于一省之长。他出将入相之前的顶级高官啊，不仅主动伸手，而且还带着10000名士兵在路上，声称与平江联手平叛。第三个人是大衙内刘光世。刘光世在镇江，他紧张的左右观望，细心衡量，发挥自己啊听命令或不听命令都能达到利益最大化的特长，思考该听谁的。结果呢，这边张俊的命令很快就到了，他以礼部侍郎的官衔命令奉国军节度使刘光世率本部人马亲王立即启程去和吕一浩会合。刘光世一拍大腿，目光雪亮，好，就听这个了。那么有了这些底牌之后，张俊究竟接下来还要做哪些事情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各位，你想跟大宇交流吗？你想跟大宇辩论吗？你想给大宇指出错误吗？你想骂那孙子吗？来微信吧，微信搜索订阅号大宇茶馆，哎，就能实现了。记住啊，宇是宇宙的宇。